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？私、アリソン・リンです。很开心，我们与恶的距离终于要在日本播出了。两年前犯下震惊全台戏院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李小明，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，死刑定谳。如果杀人犯跟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，我天燕算什么？天燕到底算什么？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躲过死刑，对吧？但我不是上帝，我没那么伟大。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花一个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，全世界都说了他是变态杀人魔，我觉得这个理由很好啊。我死去，你的正义感、你的人权，都是为了这些该死的人。神经病就是要关起来，他们僵尸出来跑，没人抬我。用你的手机在监听我。不紧急状况。要吃药，那你有没有吃药？到底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？有标准答案。